历代志下第五章。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，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，放在神殿的府库里。那时，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、各支派的首领，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，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，就是锡安运上来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在七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。以色列众长老来到，利未人便抬起约柜，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，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。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，多得不可胜数。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，就是至圣所，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。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，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。这杠甚长，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，在殿外却不能看见，直到如今还在那里。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，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，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。除此以外，并无别物。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，并不分班供职。他们出圣所的时候，歌唱的利未人亚撒、西曼、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，站在坛的东边，敲拔鼓瑟弹琴。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，吹号的、歌唱的都一齐发声，声和为一，赞美感谢耶和华。吹号、敲拔，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。第六章。那时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，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，为你永远的住处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，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。所罗门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，也亲手成就了。他说，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，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，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，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。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，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，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，这意思甚好，只是你不可建殿，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。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，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，是照耶和华所说的，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。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，柜内有耶和华的约，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。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，举起手来。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，长5肘，宽5肘，高3肘，放在院中。
就站在台上，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，向天举手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，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，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，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，你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，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，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，遵守我的律法，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，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现在求你应验这话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，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。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？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，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，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，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垂听而赦免。人若得罪邻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在你的坛前起誓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判断你的仆人，定恶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，定义人有理，照他的义赏赐他。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败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，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。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惩罚他们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他们若向此处祷告，承认你的名，离开他们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。国中若有饥荒、瘟疫、旱风、霉烂、蝗虫、马蚱，或有仇敌犯境、围困城邑，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异人，自觉灾祸甚苦，向这殿举手，无论祈求什么、祷告什么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。你是知道人心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，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，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，一生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并伸出来的膀臂，从远方而来，向这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，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，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，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，使他们得胜。你的民若得罪你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你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，回心转意，恳求你说，我们有罪了，我们悖逆了，我们作恶了，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我的神哪，现在求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，
耶和华神啊，求你起来，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。耶和华神啊，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，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。耶和华神啊，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，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。第七章。所罗门祈祷已毕，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烧尽燔祭和别的祭。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，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，所以祭司不能进殿。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，以色列众人看见，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，称谢耶和华。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。所罗门王用牛22000，羊12万献祭。这样，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。祭司侍立各供其职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，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。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、素祭和脂油，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，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。那时，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，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，守节7日。第八日设立筵宿会，行奉献坛的礼7日，守节7日。7月23日，王遣散众民，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，就都心中喜乐，各归各家去了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在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凡他心中所要做的，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。夜间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我已听了你的祷告，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，或是蝗虫吃这地的出产，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，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在其中。我的眼、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，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，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，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，
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敬拜侍奉他。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Thank you.